来是这个里面的不让进去啊，只在外面，就是说不能进到展柜台里面去。我是说这边是兰博基尼，这边的奥迪。这边是玛莎拉蒂，相对来说玛莎拉蒂可能是最亲民的了，因为这里面好多人进去了，那边都是不能进去的，一般的人。生意排队可以进去参观哈，那边就完全不允许进去。还可以坐上去嘞，还是这个三叉戟亲民一些哈。看一下这个玛莎拉蒂，这个排队啊，去体验的，这边就是可以进去体验，所以好多人在这边排队。刚才从那边过来三家这个超跑跑车哈，就这一家可以进去体验，所以这家排队特别多。像那边的话，都只能在外面逛一逛，看一看。这边是保时捷的，这个里面也可以去参观哈。看看排好长的队啊，这个豪车的去参观的排队好长啊，就是可以你们去体验，自己的体验。这保时捷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，看看这个排队的好长呀。与多彩的摩托车生活，我们本场展出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莅临，下场展出将于11:30开始，敬请期待。这个排队的人多长呀，我是直接看来好多人喜欢啊。